今天呢，是我们哈士奇战队的奇人异士第一次亮相。我战队叫哈士奇啊。什么时候变成哈士奇战队的？就在我这个看到一只哈士奇以后。哈士奇哪里啊？哈士奇，猛一听就是一种狗的名字。哈士奇很傻啊。对啊，拆家的，但是打架也很厉害啊。他拆家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咱俩没完。再拆家的话，炖了也吃肉。那哈士奇这种狗看起来很凶，有没有？有点像人，然后其实很萌，甚至于有点傻傻。我觉得要有这种可爱的傻劲儿，有的人就觉得啊，怎么用一只狗当对名？你假如要这样想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哈林这一辈很多奇人异士嘛，哈士奇。待会儿就看哈士奇一起咬人，好不好？哇！哎，哈林哥。